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HSK 一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二十题。 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 看电影，看电影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打电话，打电话。 二，我和儿子，我和儿子，三，开车，开车。 四，吃米饭。吃米饭。五，下雨了。下雨了。 第二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这是我的书。这是我的书。 现在开始第六题。六，今天天气很冷。今天天气很冷。 七，现在是十点十分。现在是十点十分。八。啊 他后面有几个人？他后面有几个人？个人九。我今年十二岁了。 我今年十二岁了。十。他下个月去中国。他下个月。 去中国。第三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。 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 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你看见我的小猫了吗？在那儿，在椅子上。十一，你看见我的小猫了吗？在那儿。 在椅子上。十二，我们中午去买好吗？你看，我没钱了。十二。 我们中午去买好吗？你看，我没钱了。十三。你住在哪儿？我和妈妈。 都住在一零二十三。你住在哪儿？我和妈妈都住在一零二。 十四，这个汉字怎么读？对不起，我不会。十四，这个汉字怎么读？对不起，我不会。 十五，谢谢你们，不客气，再见。十五，谢谢你们，不客气，再见。 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下午我去商店。 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现在开始第十六题。 十六，我的电脑在他的桌子上。那是谁的电脑？十六，我的电脑在他的桌子上。那是谁的电脑？ 十七，今天星期四，我们明天去看电影。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？十七，今天星期四，我们明天去看电影。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？ 十八，他是老师，他有五十个学生。他有多少个学生？十八，他是老师，他有五十个学生。他有多少个学生？ 十九，19, 小姐你好，你这儿有杯子吗？他想买什么？十九，小姐你好，你这儿有杯子吗？他想买什么？ 二十，这是你的朋友吗？很漂亮。朋友怎么样？二十，这是你的朋友吗？很漂亮。朋友怎么样？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，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一。 打电话，打电话。二，我和儿子，我和儿子。 三，开车。开车。四，吃米饭。吃米饭。 五，下雨了。下雨了。七，现在是十点十分。现在是十点十分。 八，它后面有几个人？他后面有几个人？九。 我今年十二岁了。我今年十二岁了。十。 他下个月去中国。他下个月去中国。十一。 你看见我的小猫了吗？在那儿，在椅子上。十一。你看见我的小猫了吗？在那儿，在椅子上。 十二，12, 我们中午去买好吗？你看，我没钱了。十二，我们中午去买好吗？你看，我没钱了。 十三，你住在哪儿？我和妈妈都住在一零二。十三，你住在哪儿？我和妈妈都住在一零二。 十四，这个汉字怎么读？对不起，我不会。十四，这个汉字怎么读？对不起，我不会。 十五，谢谢你们，不客气，再见。十五，谢谢你们，不客气，再见。 十六，我的电脑在他的桌子上。那是谁的电脑？十六，我的电脑在他的桌子上。那是谁的电脑？ 十七，今天星期四，我们明天去看电影。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？十七，今天星期四，我们明天去看电影。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？ 十八，他是老师，他有五十个学生。他有多少个学生？十八，他是老师，他有五十个学生。他有多少个学生？ 十九，19, 小姐你好，你这儿有杯子吗？他想买什么？十九，小姐你好，你这儿有杯子吗？他想买什么？ 二十，这是你的朋友吗？很漂亮。朋友怎么样？二十，这是你的朋友吗？很漂亮。朋友怎么样？